如果可以，就随缘看缘分，跟女朋友一样。老板是蛮鼓励我交女朋友的。对。今天早餐吃了那个葱花蛋加咸豆浆，很好 detail 哦。因为去年没有得奖，所以今年做一些调配的改变，希望今年的这个菜单可以适合得奖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